先开始提问。下一位。中方欢迎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延期技术谅解，希望谅解能够得到忠实履行。中方认为，这反映出伊方致力于推动伊核全面协议恢复履约谈判取得成果的政治意愿，为谈判争取了宝贵时间。当前，伊核谈判取得重要实质进展，但仍存一些分歧。中方希望有关各方增强紧迫感，尽快做出政治决断，推动谈判早日实现突破。安全关切，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作为全面协议的重要参与方，一直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出发，积极推动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进程，为推动全面协议重返正轨开展了大量工作。中国是韩国最大出口市场和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中国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中方希望各方能够从长远和大局出发，充分发挥政治智慧，以灵活务实态度解决未决问题，早日达成美伊恢复履约的最终方案，推动全面协议重返正轨。中方将继续为推动这一外交进程做出不懈努力，同时坚定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